御姊愛的誠懇建議讓張艾亞內心好擔憂。你在找對象的時候，第一個你要找一個你可以。下一次他這個保不住嗎？你說100%，不是100%嗎？100%老師說的。你怎麼要推到我這裡？每次來這邊都不是好結果，所以不知道是要說老師很準呢，還是等到以後見分曉。